吴大夫，刘东东的化验单出来了，没什么问题吧？到底是什么病因啊？刘东东抢救挺及时的，不过是个小手术，再观察一周就可以出院了。不行，病因都没搞清楚，出什么院？希望还来得及。什么来得及？ 你去吗？我不想去。人家冯姐38岁才要孩子，是件大事儿，你不去会挑理的。谁也没让她那么大才要孩子。晚要自然有晚要的道理啊。要孩子是夫妻双方的事情，不能由着一方性子来。咱们能不能就事论事啊？我就问你，你到底去不去？我说过了。 我今天坐昆明的车。哦，哎，不行，昆明要到市里参加一个商务谈判，你搭我车吧。吴大夫，我儿子现在怎么样？估计问题不大，就少吃点零食，别再等了。哎呦，来了来了，那着急了。回来了呀。哎呀，大夫，谢谢啊。谢谢大夫，少吃点。哎哎哎。 回来了，排了好长时间队呢。儿子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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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怎么样？挺好，我看着吴医生，孩子肯定在他那儿。
我一直以为像周老先生这种大学教授出身的企业家会比较清高，不太在意自己的名声。周氏儿童营养液像个乡镇企业的产品。对于消费者来说，科学家和乡镇企业生产的都是产品，区别在于好不好，贵不贵。我不认为周老先生会接受合作。没谈怎么会知道？周老先生是个文人气息太重的人，换句话说就是太重感情，做生意最怕碰到这种人。他把感情放到利益之上，没办法谈了。一恒啊，就是他的孩子，他不舍得与他人分享。那你是太不了解现在当父母的了，都希望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，想让孩子更有出息。哎，你说的那是年轻一代的父母，周先生老了，他可不舍得让孩子漂洋过海呀。有句话叫事在人为。许东啊，你和雷直播的交情怎么样？生意场上没什么交情。是你们对合资的事儿看来非常重视，不谈是不行的，但是要谈必须把握好分寸，牵涉到一恒的利益，我们必须寸土必争。这里面就有个谈判技巧问题了。对你在这方面的能力我是不怀疑的。老师，你一说这话我就不知道是在夸我还是在骂我。那如果没有什么事儿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走走。老师啊，有什么为难的事儿吗？我心里想什么你应该知道，来说说你的看法。是不是下一届总经理的人选问题？我还真没太想。为什么？
在一恒的高层经理人员当中，我跟可明是您最后的选择。但是我觉得我不如可明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没有可明，你就是总经理的当然人选了？这还用怀疑吗？在一恒除了我跟可明，还真没有第三人。谁让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呢？关于新任总经理的人选，你有什么想法没有？启东吧，他挺合适。启东的优势我比你清楚，我是在问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啊。我不想吧。嗯，你看看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书生气十足。我最担心你的就是这个。我倒并不是非要你当什么总经理，可是既然要做公司，就得走出实验室。今天谈判为什么一定要你参加？就是让你去锻炼一下。你看，去了不也能应付得了吗？爸，嗯，我还是喜欢实验室。可明啊，人生在世，许多事情是由不得自己性子来的。有些事情你不喜欢、不愿意，但还得去做。因为你是男人，有这个责任，必须承担这个责任。今天到医院去怎么样？老冯是个男孩女孩啊？啊，来，牛奶，喝了它。哎呀，其实呢，晚样孩子也有晚样孩子的好处。像老冯呢，生活和事业什么都不耽误啊。我今天看见吴真了。你知道他在长海医院？知道。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也没几天。是长海医院个当大夫的同学跟我说的，是他帮吴征联系的工作。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？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我本来想告诉你，后来一忙。你早就知道，却一直瞒着我。我想知道为什么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一忙。这是理由吗？这是在家里，你不要老是一副检察官的口气好不好？我希望你回答我。是的，是我诚心不想让你知道，因为我恨吴征，我受不了他也在这个城市里。我希望你一辈子都不知道他的下落，永远不再见他。这个理由充分吗？我看见一个孩子死在他手里。谁？吴征。我真的很烦。周南看到吴征了，说吴征出了一个医疗事故。这事儿都过去十几年了，反应有这么大吗？我看反应还是蛮大的。你可以跟他谈谈。周南也不是这么不讲理的女人。我跟他谈什么？我跟他一谈，我们俩就呛起来。我谈什么？
得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哎，总经理任命的事儿，我跟老师谈了。我不想当，你更合适。你这么说，好像我在跟你争啊。我说的是实话呀。我去跟老师说，总经理的位置当然是你的。口是心非，别这么直接好不好？我不适应。我说启东啊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说假如我们要是……我明白，我懂你的意思。如果为了一个总经理的位置坏了我们俩多年的友谊，我不干。康明，你放心，一旦你做了总经理，我一定会当好你的副手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周南，这是公安局送来的详细卷宗，秋瑾让你熟悉一下案情，尽快进入啊。铁中啊，是不是换个人？你不是挺感兴趣的吗？怎么又改主意了？我手上这案子还没完呢。周南啊，我跟你说啊，医疗责任事故牵扯到医患关系，社会关注度高，相当的敏感。这个案子要办漂亮了，一亿成名，哎，这可是个机会啊。那这个机会我送给你。哎，我倒是想接，领导不放心啊。你看啊，人秋瑾点名道姓的要你接，你出身医学世家，办过这类案子，深得领导信任。咱们院呀，也就是你能胜任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案子非你莫属，你不要再推了啊啊！柯明，我能不能跟你聊聊吴征那个案子？聊什么？这个案子已经送到我们那儿，准备审查起诉了。那你打算接吗？我觉得吴征跟你和曲东，你们都是同学，而且他也是爸爸的学生。楠楠，他还是谁？可明，楠楠，你相信他有罪吗？那得等调查以后才知道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有兴趣，你不会对所有的案子都这么感兴趣吧？我的兴趣其实吴征跟你和爸爸是同样的人，你们都是做事非常严谨的，我想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会出这种医疗责任事故呢？你说不通我也说不通你，我现在只想问你，你接不接这个案子？晚上有一个同学聚会，一块儿去吧。不想去。
就算我们已经分手了，同学聚会总可以一块去吧。英超，你怎么不明白？这一次我是认真的，我们分手了。那你给我一个理由先，告诉我，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怎么听不明白？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，我们分手了，分手了。OK，OK，我懂了，我走。英超，别再那么固执了，好吗？不好。英超，有事吗？那得看您指什么事儿了。上班时间，没时间贫嘴啊。你又没听见我说什么，怎么一上来就说我贫嘴啊？我为什么不是在谈工作？哦，那你说吧。谈工作不一定非得跟您谈。你好像是在我的实验室吧？这个实验室里又不只有你一个人。哦，你是找小苏谈呀？哦，好，那你们谈吧。我跟苏小妍倒不一定只谈工作。英超，快走吧，烦不烦啊？你是烦我呀，还是烦我跟程总说话？这个是两个概念啊。我们要工作了，下班再谈。下班后等我。程老师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没有啊，昨晚没睡好的呗。又和周南杰吵架了吧？小苏，上班时间不谈私事好吗？哎哎，徐总，哎，正找您呢，赶紧打车跟你商量一下。随便说嘛。啊，都等着您呢。你小子，什么事儿你不能在外边说呀？你非把我拉进来。我想问一下，就是我那实验室的事儿批下来没有？什么实验室啊？独立实验室啊！我现在搞那个项目需要一个独立的实验室。你看这儿，这跟农贸市场似的，这怎么工作呀？我报告都打了两个多月了，有没有消息啊？嗯，你这实验室的事儿啊，不归我管。哎，您大小也是个副总啊，您这也不管那也不管，那您到底管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能说什么呀？不就是想要间独立的实验室吗？我听说你可能出任总经理，向您诉一诉基层人员的苦衷呗。明超，你也不是第一天来公司，公司高层人员管理分工很明确。知道了，曲总。哎，曲总，还有一件事儿，不知当问不当问。不该问的就别问了。我就是想知道啊。哎，听说你跟程总都是周总的学生，高材生。我一进公司的时候啊，就想跟您合作，一块儿搞几个震惊世界的科研大项目。您说您现在不搞科研了，搞销售，这不浪费人才吗？小伙子，你话太多了吧？想要实验室是吗？好啊，好好工作，啊。姓名？
证。职业。医生。哦，回来了，我给你倒杯水去。下午，我去拘留所见了吴征。吴征不是去了美国吗？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会进了拘留所？怎么回事？吴征回来好几个月了，在长海医院里当医生。听说干得还不错。我怎么没听你们说起过？我也是听同学说的。他犯了什么事儿进拘留所的？医疗责任事故罪。现在这个案子在我手里。这是我的工作，这不仅仅是工作，否则你不会对家里人说。为什么不？你们检察院又不是你一个检察官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只是一桩案子而已。他怎么可能只是一桩案子呢？柯明，我告诉你，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我的意见就是，我希望你申请回避。为什么？你知道为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，你以为这个案子会影响到我们夫妻的关系？对，没错，它会影响我们的夫妻关系。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。我在这件事情我没法做到通情达理。你跟他多久没见面了？快十年了。快十年你还有那么大的反应，你让我怎么想？这些事情你记得很清楚。那是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忘记过。是你没有忘记，我忘了，我早就忘记了。他现在只不过是一个犯罪嫌疑人。你为他死过一回，你怎么能忘记？吴征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爸，我以为这不是什么大事儿。关系到楠楠的事怎么不是大事呢？我是不想让你担心，所以我现在不是更担心了吗？好了，你们这样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啊。我并不想。我没有责怪你的意思。爸，
你在意我接吴征的那个案子吗？其实我是就事论事，我就觉得吴征那个案子背后有隐情，没那么简单，但我现在又说不清楚。到现在才来看你，会不会怪我？打什么时候咱们都是老同学，我怎么会怪你？也许你知道我为什么来看你。也许我这样说很不像个男人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老师和我都不希望周南介入你的案子。我理解。你理解？你理解就应该提出回避嘛。可明，周南和老师恨我，我理解。可你干嘛恨我？咱们同学那么多年，还是上下铺的兄弟。我没有理由恨你吧？你摸摸你的良心，问问你自己吧。当年你一走了之，好，你算是解脱了。可我花了多少心血，用了多长的时间，才让周南忘记了过去的伤痛？你现在又回来了，他就变了。你是他一生的阴影，你懂吗？我懂。那就从他的生活中彻底消失吧。难道你一点都不想知道事情的真相？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无论什么样的真相都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我现在是她的丈夫，我爱她，我关心她，所以我请你提出回避。铁中，这案子我还是不能接。为什么？总之我就是不能接。哎，周南，这可不像你啊！你感兴趣的东西，不会那么轻易改变主意吧？我现在变了，行吗？有件事没跟你说，我就做了。我今天去见吴征了。我希望他提出回避。其实我已经推了这个案子了，怎么可以这样？楠楠，我不知道吴征重新出现意味着什么。自从他出现以后，你就没笑过。你在意他，你在意你们经历的伤痛，可是你想过没有？我怎么面对？我看着你的痛苦，我却没有办法。
我们确实应该好好谈一谈了。但是吴征的案子跟我们俩之间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提他。您秋检说了，这个案子还是你接比较合适。你父亲是搞生物研究的，是吧？你又办过几桩这类的案子，很有经验嘛，为什么不接？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中南检察官在吗？我就是，你有事儿吗？我叫于继文，是长海日报记者，我就吴征案子而来，我想向你了解一些情况。为什么要找我？我听说这个案子的公诉人叫周南，就是你。目前这个案子不是我接，具体谁来接还没确定呢。你让我见见周检察官吧。心情我们理解。我告状的案子在他的手里，那是我儿子的命案呢。我要见他，我求求你，让我明白。你先别拦他，你是找周检察官吗？为什么案子？是我儿子。你快别伤心，别伤心，咱们有说理的地方，慢慢讲。我儿子他今年刚8岁，就是长海医院的那个吴征，他害死了我的儿子，你帮帮我，帮帮我呀！你是有冤屈的，但是你要把理讲清，要不检察院怎么给你判案啊？周检察官，你可得为我做主啊！千万不能放过那个姓吴的。听我说，你要冷静一点啊！检察院就是为民做主的，相信我们一定会秉公处理，还死者亲属一个公道。那我谢谢你们，我的孩子他爸爸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你快起来，别这样。你先回去，冷静一点好吗？啊，回去吧。谢谢你。哎，周检察官，你好，我们可以谈一谈吗？好，请吧。哎，周检察官，刚才我没有跟你说实话，我今天来是为了私事儿。吴征是我男朋友，我找了很多朋友才打听到你。那件事以后，吴征的情绪变化特别大。他是一个特别自信、特别骄傲的人。出了那么大的医疗事故，而且死的是一个孩子，他良心上根本无法承受，根本无心抗辩。我理解。我知道，他是一个好医生，是一个特别认真、很有责任心的医生。他怎么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这中间一定是有冤屈的。周检察官，我希望你能接这个案子，还吴征一个清白。为什么非得我呢？你出生医学世家，对医生应该有一份天然的情感。你还知道什么？吴征是你父亲的研究生。你的情报工作做得不错呀。你们相信我无罪吗？我们相信事实，所以希望你能够认真配合。你知道做一个医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？当你面对死亡你却无能为力，你根本就找不出病因。无能，我真是太无能了。我愿意接受惩罚。你不要这么情绪化，这对你的案子不利。这又有什么关系？人家的孩子都死了。你冷静一点。我们现在来谈谈细节问题。刘德龙死的那天早晨，你下的医嘱是口头的。为什么？请回答。
开始是书面的，后来被一个护士弄丢了，就下了口头语。那护士叫什么？魏姨。刘东东出事那一天是你值的班吗？是。那请你说说那天的情况吧。您想知道哪方面的情况？用药量。我们想知道吴大夫那天开的是书面医嘱还是口头医嘱，用药量到底是多少？吴大夫那天开的是口头医嘱，用药量是15毫克。事后我将书面医嘱给他过目，他签了字。不过，你说，我当时就想提醒他，15毫克是绝对过量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吴大夫没有最起码的医学常识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只是15毫克确实是过量的。你知道你的话意味着什么吗？不清楚。如果你的话属实，吴大夫将会因失职罪而被判刑。你再仔细想一想，还有没有什么疏漏？这事儿我记得很清楚，不会错。寂寞如刀将心和城楼，往事纠缠不清，醒不了。我看不见，我听不到，用尽力气穿越风暴，却又别尽力找，坚持到底究竟好不好？信念与幸福谁更重要？人海之中，认识不到，背负世界无处可逃。可是，红颜已老，是我太傻，以为能分清楚真假，情是毒花，让人没。人世孤单，背负世间无